既然你已经看了神奇宝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最真实的正义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鸭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哥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呼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神奇宝贝第六季。那那那那那找水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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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水军，找水军。哎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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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这里呀、啊！哎呀，我靠！上吧，上吧，你们两个上吧。卡哥把他收了。泰山压顶。哎，我好像在开场的一瞬间，好像又看到一只那个喷火龙，又不见了。它体型好小啊，体积小，你能抓到都算不错了，你还嫌弃它？打死了！发死了！我的天，神兽终结者！是啊，你这是打了两只神兽了啊！都发！你打多少次？你告诉我。我一次每一季至少打死四只，我这一季才一次，好吧，这一季，这不是我这卡比兽有个那个什么那个秃秃头盔，一下烦死了。哎，这个货是谁？反的血量还反的挺多的，我的天！等等，你们踢我，这货是谁？咋？这货是谁？咋的？哇，又耍我的天！我看到了，又是谁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个拉迪欧斯，正前方，快！哇，皮的不行！这是拉迪拉斯，天空，看到了，让我上个天好不好？哦，这是技能学习是吧？我还上那丢球干嘛？他有个技能还可以。我的天，画龙点睛！对，钻石，我要钻石！泰山。哎，你别打死我呀，混蛋！卡哥，我知道你身上有钻石，赶紧过去围观，给我两颗钻石呗！给我睡一觉，卡哥、啊，漂亮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抽不开身，太神术，太错了！爆炸弹，魔法液，泰山压顶，神将猛击！哦，我不敢打了，我错了。爆炸弹，你又打死了呀、啊？没，我不敢打了，不敢再打了。再来一个爆炸弹。进来吧！我的天，这连续出两个神兽提示可以的。原来咱们在上期是一直在酝酿。对，等到最后一刻爆发了。对啊。我要数一下我用了多少个球，待会创造完之后把球要销毁。两颗球没抓到。来第三颗球。哎，等我大哥哥，你别回家，我擦。来吧，不要害羞嘛！又一个，哇，还到这边刷、哦！哇，又一个 ，nice 啊！三个球 ，nice 啊！三个球，666666，可以的。我销毁三个球先，可以的。OK， 三个球抓了他，实际的妹子啊！走，咱们乘胜追击。走，那技能你学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消失了，回家了。这算了，我在金合欢。我来了，啊、哦！射火蛋蛋哥，哎，我靠，咋的了？那刚买的球好像在身上。哎，不对，我刚刚背包满的，他买的球又不见了，应该是掉在地上的吧？哦，或者是你没有成功的那个购买买到是吗？对，你还差球吗？我身上刚好看到就买十个，通哥，我先把通哥给换下来。回，哎我靠，哎，哇好了，戴龙，戴龙宝宝强不是抓了一只吗？对啊，我戴兽。代兽，哎，你这沙漠好不好？旁边金合欢自己过去啊。我就在金合欢刚才。哎，你这个地形和我刚才待的地方不同啊。肯定不同啊，我这片沙漠很大的，你自己打开大地图看一下。我去我之前标记的金合欢吧。
小伙子、啊，哎呀，有技能学习师也叫一声啊。25级的，10万伏特。你那个，拉蒂拉斯的话，给他学那个波导弹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我记得我上次看那个拉蒂什么什么色是红色，为什么这个是蓝色的？还有，哎，我靠，这是哥哥啊，那个是妹妹啊。啊、哦，果然还好抓的是哥哥。那妹妹是被谁打死了吗？啊？当初那个拉迪欧斯啊是被哦没，那拉迪欧斯好像都打不过他，当时。对啊，他自己消失的。哎，肯泰罗。看看来这个卡比是还可以啊，能扛神兽的，我的天！来，宝宝强过来跟我混。哎，这片沙漠已经被我承包了。哎、哦，你就在旁边、啊。我就在旁边、啊。哎呀，蛋蛋。你在哪了，蛋蛋？不有。Let's go。卡哥心情很美丽啊，这一期。我还是要找我的蛋蛋。技能教学师看一下有什么：大地之力、空气利刃以及治愈铃声。哎，我靠！这鸭嘴火龙不管在哪个版本都感觉它好丑啊，又丑而且又多。宝贝龙换墨海马，十万伏特，点球！哎，我靠！呀！宝宝鱼在你承包的鱼塘里面怎么被欺负了？今天死都被你杀完了是吗？没有，其实这东西都有瘾的，我看到我就会虐他一下，都有瘾，都有瘾的，我的天！我觉得我们都有黑瘾。哇，卡的有点鬼畜了，我要自杀了。卡吗？我觉得不卡呀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卡呀，我卡的会有点回弹。我发现我们都有点黑瘾。哎，我靠，这键盘都不受控制了。这那什么意念控制吗？杀都杀不了，来鱼过来终结我。这你在那个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打你啊。你是不是在战斗当中？没有，我就在走路当中。那就可以。好多根，好有根，加加不露根。宝宝鱼，你还是爱我的吗？你不是好狠啊你？不是。不是你这种要求我一般都会满足的呀。这种要求这辈子没见过几个人提过，一个是老黑，一个是你。我的卡的实在是鬼畜到不行。对啊，像老黑那时候提出来，我当然是义无反顾的就向他挥出了拳头。哎、这货又是啥？哎你，尼多兰。哇，这边沙漠的这神奇宝贝可能还真被鱼宝宝全部杀完了。没有，还有那个带火陀啊，还有带火陀，这交换者喵喵换向我喵，哎，有队友好像，好像我有点过分了。看到的那个训练师都被我杀了，哦对，都被我杀了，都被你吃了。卡哥，你那边训练师多不多？我要去你那边了。还好呀，我这里我愿比较温柔。你过来呗。有好几只野生的。喷射火焰。这是啥？沙漠蜻蜓吗？哎呀呵，你还主动的挑战我是吧？水之波动十八年。有火可以的，撑住一个回合了，两个回合了，哼，我地上宝石，给两颗地上宝石，逐个击破。
一直保持。哎，还卡哥这边走两步就看得到这个训练死了，在那边已经人出不留了。鱼呆的沙漠，我的天，绕着圈一个死训练死都没看到，人出不留，我的天，我妈的好恐怖啊！丧心病狂，丧尽天良。Hadouken！ 拜拜 ，Blugen！ 我的天，怎么全我两只火一步啊？哎，与这个学习装置是分一半的经验给他吗？对。我得打一些高级的训练师。肯定要打高级的，你低级的根本就分享不了多少经验的。是的。其实你可以这样去咱们家周围。哎呦 ，nice， 去啊天气，去咱们家周围不是有两个道馆？你现在能力应该是可以挑战道馆了，挑战道馆升得很快的。我去试一试，一下就升出来了，看家旁边那个道馆是吗？对，看一下就升出来了，看你这是升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还是龙凤胎还是双胞胎？哇，很皮，这网络是不是跑了？你不卡呀？不卡呀，不卡呀，可以啊，挺流畅的呀，可以啊，挺爽的、啊、哦，可能我网不好，听着你们说话卡。你是不是最近看什么小黄片看的？面个金花花瓣窝，哇，大舌头，不就太伤压力，不就，哇，不行，这地图打开卡到飞起来。你能飞吗？我肯定能飞啊！我有这个叫什么东西？大鼻鸟。巨钳螳螂啊！你还瞪眼？你瞅啥？哎，大哥。哎，大哥。拉迪欧斯居然是能飞的！我天哪！我还跑。你才发现他，不是他能飞，不是你斯巴是傻，他本来就能飞的，好吧？他能骑，那么小一只能骑。他的声音好意思。能飞的神兽都能骑，好吧，神兽都能骑的哦，除了那个三圣菇跟那个奇拉斯，基拉奇，我感觉骑这个拉迪欧斯有点像在坐飞机一样的感觉，坐飞机，长得像个飞机。晚上等天亮，我始终相信顾拉多的话应该是会出来的，顾拉多晚上都会出来的，这什么技能教学师？部分白天晚上。原始之力弹跳，咦？哦，我看了一个谁？这货是谁？我来这边晃悠一下。哎，我靠！谁砍了我一剑是吧？没有啊，没人在你附近啊？你是不是饿的？不是，突然刚扫了两个血。怎么都没做，我靠！可能是有什么女鬼在对你做什么吧？哇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哎，我靠，又打我一下！有可能啊，是不是有僵尸村民在你附近啊？没有，我附近啥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卡了？不存在的，我吃东西都不卡。哎，我发现光头了。没有影响，卡个血光头啊。哦，卡个打的我，龙之波动厉害吧？这拉迪欧斯是卡个的吧？肯定是他的呀。那就是他打的我。我啥打你了？这女鬼就是卡个，没错。哇，放出治愈波动，从而没毛病啊，老铁。最大 HP 的一半，回复对手最大 HP 的一半。哦。对手血越多的话，你回复的值就越多啊！是吧？是傻，这都理解不了。治愈我知道，治愈身体休息，治愈身上异常状态。龙之舞，哎，云，你有加的装备点吗？加，哪个加？就之前我们睡觉那里啊。睡我们睡觉那里啊？对啊。我看一下，有有道馆的呀，踢我 OK， 进阶光芒，附近就有两个道馆啊，
是啊，我是没有加装备点，正好回来治疗一波。也是咱们测唯一的两个道馆。后来就一直没有发现过了。对啊，可能另一个道馆我打掉了。家旁边这个你打掉了？没有，另一个。另一个就是我之前带你去的那个吧。是啊。意念头锤这个技能怎么样？你自己那个啊，看伤害，看那个命中率啊，看介绍啊。哎，死光头别走啊！滚哪！哎，你还走位啊你？哦，只允许你蛇皮走位，不允许人家蛇皮走位。不允许。你这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。你是霸王吧？是，对啊，我是霸王呀，二层小霸王，你不知道吗？王八的霸。哎呦我靠！霸王的霸。对手扶起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今天是不是月圆之夜啊？哎，我靠，应该是月圆吧。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。HP 的一半。是放南瓜灯还是放南瓜来着？哎，自我再生是使自己恢复一半的 HP， 然后。哇，这训练师就一个神奇宝贝。治愈波动是回复对手最大 HP 的一半，哪个划得来，哪个划算一点感觉？自己斟酌。治愈波动，不用想了，就这样的。这光头你可以再见了啊，你可以退休了，再见。哎呀，元法师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元法师。我这一大团岩浆，你们是怎么过去的，宝贝鱼？跳过去的。你可以也可以游过去啊。这怎么跳得过啊，宝宝鱼那边这么远。可以啊，你自己也可以早点 TP 的。早点那个传送点啊。我觉得这晚上还是可以去海岛。你还去还跑去海岛？用点靠谱的方法。感觉海岛来得过瘾一点。这啥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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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级的，每个进化，给你的面子，每个进化一下。下嘎啦嘎，嘣，下嘎啦嘎。哎，我看看，好多根。要感觉一个人在一个地形刷神奇宝刷的非常少，肯定啊，全部在一起就刷得快。你们现在什么地形？对啊，你俩现在什么地形？我搁家附近。木鱼呢？我在想日卡个葵。哎，这边他有那个屏障挡住了，我靠！跳过去，挖过去啊！哎，跳过去就跟他干了。对啊，我感觉这个版本飞起来不卡了，天哪，飞起来非常爽。哎我靠，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像咱们前面几期的话好像遇到了那个裂空座的刷新提示，但是咱们没去找啊。啥时候？我没见过，是我没在的时候吧？好像是啊。裂空座厉害。哎我靠！哎，又一只灾兽。卡哥，你不是抓了灾兽吗？对，还没练他呢。你这种人始乱终弃的。那么多那么多神奇宝贝，反正以后慢慢搭配慢慢练。水又是水系杨花，又是始乱终弃，你这人啊。水系杨花什么一点毛病都没有啊，老铁。不是啊，只是还没练，他有40级，但是还没练嘛。哇，这些训练师压的这站的位置都好
叫什么？刁钻。对。我看一下，灾哦，灾兽才29级。哎，这啥玩意儿？一瞬间飞过来的。拿个勺子，你是准备领盒饭吗？哇，要天亮了。哎呦我靠，掉岩浆了。哦。哎，没出提示，没烧死吗？哦，烧死了。我是不是应该也配零？终于烧死了。哎，我发现小千你挺耐烧的耶。哎呦，烧那么久，烧几秒钟才死掉。那个很皮肉，你懂不懂？很耐烧啊。六哎，过来了。哎，怎么下来这个火爆兽？火爆兽，应该是训练师的吧？道馆里面的训练师的。威力法，威力吧。这里一个。兄弟们，不来金河欢这里转一下吗？进你个头啊！还去进火关，很过瘾、啊。砍个好执着，很过瘾啊！过来舒服一下吧。好，打不了了。打不了了。没有，干那个。哦、还有两三个没打完。这啥玩意、啊？巨炮龟，你们哎，算了，我要打吧。我已经有了，你不缺那个是了是吧？那我来干他。大葱丫鬟猎雀，哇哦！卡比兽，泰山压顶，来吧，小胖子拖着我。哎，这有训练上。逐个击破。我的梦想是要存100万的神奇宝贝币的。100万，你干嘛？100万。我要买上，卖了吗？我要买下所有的球。龙之波动，你想想看，一背包的球什么概念？一背包的球，下界之心没有什么用吧？在这个版本，下界之心本来就没什么用啊！居然不给我个大师球，你想多了，是传说 boss 啊？对啊，他说。啊，气啊！居然不给我大师球，小气，太小气了。哇，三只大神兽，这个都有了。我去，进化石都有了，妙蛙花、喷火龙、水箭龟。哎，我靠，差点又掉岩浆里了。哎，我操！吓死我！哇，卡比兽真是个好东西，那么耐揍的，才50级，顶神兽，顶传说 boss， 33级，波导弹，摔打，波导弹、哎、不，这个拉蒂欧斯他没有那个什么波导弹、啊，学不了吗？我记得他妹妹好像学得了，他没那个技能。哎呦，看了，要么是他等级太低了，70级还不够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七十级都学，差不多所有的技能都能学了。对啊，他可能没还不到吧，可能要到80级才能学吧。哎呦吼，你个致命一击，啊，咋的了？老鱼，我这个青藤蛇怎么到36级还不进化？要37的吗？36不进化的就应该是37。哦，进化了，刚刚原来还没打完的原因啊。喷射火焰。哎，我靠，我嘴巴变这么长的、啊。哎呀，火系打火系嘴巴变长的。龙爪。哦，瓦变成三重风蛇了，引爆你的瓦斯弹。哎呀，喷射火焰引爆你的瓦斯弹。喷射火焰引爆你的瓦斯弹。哇吼，我就不信了还打。哎呀，你还有只神奇宝贝，上吧，猴哥。呀呼！我看多大一只现在。好，成为了大蛇丸了。大蛇丸？没有，那明明是小青，好吧？
几乎接近三月天呢。青城山下白素贞。好恐怖啊。哇，好大只的某颗猫诶。我看能不能丢过去这馆主，我看哎丢到了。你在挑战家里那个道馆吗？对啊。啊，打过了吗？喷射火焰，现在在跟馆主打。哦，我想起那个死老头，我还没干掉他。哇，你们这些小弱鸡，我早就把他们打得不要不要不要打好了吧。忘记了，差一点，那时候跟你一起去打的时候，我差一点打死他，没打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得治疗一波再跟他打。这货是啥？哎呀，居然还能使我混乱是吧？喷射火焰无效，我就不信闪电冲锋。对，哎呀，超能宝石是超能力系的用法。还不给我切换神奇宝贝是吧？不是，你这有点过分啦、啊！这么皮，我靠！超能宝石，威猛先生，超能宝石可以给那个带啊，给那个拉蒂拉斯带啊。我这高级的这个喷火炮这么变态的吗？拉蒂欧斯是龙系的吧？他用超能宝石好吗？看一下，哦，对，他有超能力系的。我看一下，88级学不到其他的技能啦。要不，我靠，看一下什么东西88级了？猴哥，哦，那死猴子88级了。88级了？对啊，恢复封锁，预知未来魔法液、魔法液不要了。哇，这两只肯特罗在干啥呢？哇，交心交肺吗？龙长，哎，他丫的还一直打不过了是吧？打不过了吗？还他那个叫什么？打了3-4只之后，那一只打不过了。举起来干他！换一下神奇宝贝去。哎，在对战的途中使用指令回复血可以吗？回不了。你想多了，想有点多，你想多了。人是要有梦想的。我发现卡哥，你老是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卡哥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。做人要有梦想。我可丢不到他。梦想跟你有什么区别？卡哥，来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啊！我已经90万块钱了。我的天！要凑多少钱？百万富翁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等有钱了，我就去包养卡哥。包养我？我不缺，为什么包养我？我会让你包养吗？但存在的哈。你不缺，但是你缺感觉啊。缺感觉？缺感是啥感觉？初恋的那种感觉吗？哎呦我靠！初恋的那球雨，不要球雨，不是水系水军经常用技能吗？哇，三头鸵鸟！哇，不行，我要打，一定要打破这个老婆。一炮一个小朋友，可以的。嗯，我的小龟龟瞬间强力了。你的意大利炮龟，那个进化。哎呦靠！影展进化，意大利龟，是不是？意大利龟，哇，真的一炮一个，好爽！什么技能，老乌龟？水之波动啊！每个进化以后，一炮一个，一炮一个，很爽的。哇哇哇！一炮干掉坂田连队指挥部吗？没有东西了，记几期记几啦？哎呀，
没个情况。啊，舍弃这个吧。毫无收获呀。不是宝宝仓，你还没挑战成功吗？我卡子一直打不过，我就一直在跟他打。哇，你这是有多执着啊！来来，我来干掉他，我来干掉他，打死他。哦，哎呦，我靠！死猪不怕，你干嘛？死猪不怕，没有，卡哥他是在为我们俩演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个环节，最高操作，对，可恶啊！哎呦我靠！哎呦，卡哥，不小心把你给打下去了，你别乱搞，我跟你说，会出事的。我不知道在我前面，我直接就往前一打了，又两个地上宝石、啊，不行、哦，我觉得换下神奇宝贝我是能打过他的。我操 ，nice。还是被烫死了。哎，我们两个能同时打的吗？可以啊。他也双压敌，你还大肆野爆，睡一觉。哎我，你可有个高级的水系的就好了。水系的我这里啊，我的小龟龟可以借给你啊。要不要？我们的交换机都没，你咋借给我？十万伏。我只有是在京城上面支持你喽。我觉得卡哥要被教育今天。为啥？都来围观了，我靠！这个小弱鸡，这小弱鸡我早就虐过他了。混乱吧。嘿，我跳！哎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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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哈哈哈哈哈！爽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再来！去死吧！来，再来，还有吗？去死吧！大哥，来，你肯定打不过他，而且你要死的，我跟你说。哎我操，过热。哎我操，东西满了。好多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。我操，我的徽章呢？咋的了？不行，我得在这里存个坐标点，改天再过来打他。哎，我去，你把我的徽章给撸掉了。我就不信，哎，跳过来啦！你把我的徽章给撸掉了，混蛋！没有，我没看到。干什么你啊？神经病啊！哇，烤鱼，得了一条烤鱼。好了，来了，回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。这老头，你打标记点。我打好标记点了。对呀，哎我靠，咋的啦？没刚卡了一下。哎，那徽章没什么特别作用吧？啊，姑娘们 ，Hello， 能有什么作用？你跟我说。深红徽章有什么作用？那些徽章，哦，就是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我天，就应该就是用来做多次饰品的吧？啊。你这个麦，我天，你这个乌龟怎么能跑那么快的？就是有人去老乌龟干我，救命！好了，那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啊，那小伙伴们如果对我们视频什么好的建议呢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者在弹幕里面留言。那么咱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，嘿嘿，拜拜，啊。拜拜拜拜。